大家好，我们是卢氏兄弟，我是老罗，我是宇哥。昨天晚上在这里放了两张夜网，今天早上没有空过来看，现在下午过来看一下有没有鱼。哇，宇哥你看，真的有鱼在网上面，你看那肚皮白白的，哦，真的有点大那一条。大。我哈，下去看一下。我去看那条鱼先，宇哥。哪里去啊，宇哥？吓跑了吧？在这里，这里。没有啦，没呀，这个了啊。哇，你看宇哥，哎呦，哎呦，拿什么来装啊？快点！哎，这条可以吧，宇哥？快点过来啊！有几条啊？他们不知道啊，没下去看啊。哎呦呦呦，好猛啊！你别怎么把网踩烂了、啊，真的挂上去了。你看你，我就收你了。撸啦！这里有一条了。哎！哎呀！大不大这条？哎！哎，可以哦。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哇，哇，你看两条了，还有没有鱼？哦，这里还有啊，哇，哇，你看啊，哇，这条土鳞鱼，哎呀，哎呀，三条了，还有没有？这个能看到有了。不大呀，哎，还没死，我以为死掉了。跑掉了，跑掉了，还说他死掉，哎，跑算了。又挂到鱼哥，你看这呀，跑不掉，就是刚才那条吧？是啊，应该是就是这条吧。哎，以为你跑掉了，又挂上去了。这条比较小了，这小，还放了，放了，这么小了。哦，拿了。你看鱼哥，哇，这么大一条。收获不错，快！哎呀，好猛啊！哎呦，快拿这个来呀、啊！哎呦，哇，这个鱼真的好猛！咦、哎，我要跑了！哎呀，啊，要小心点。有一条吗？不知道啊。老罗，现在我拿那两只炉子到河里面去赶一下鱼啊。好的。哎，宇哥，哇，还有一条，是啊，哎呀，都死掉了这个，解救，哎，看你没有什么脸看，哎呀，哎，还有一条啊。哇啊，这条大鱼哥，两条啊，比这还有啊，还有条小点的，哇，这条小点，哇，那这条大，哎呀，可以啊，鱼哥，你看，收获这么多，这条比较大，一斤差不多有哦。
啊，老头，那张网一共抓了多少鱼？我都忘记了。忘记数了哈。哇，你看鸬鹚也抓到鱼了。啊，他们钓起来了。在、嗯、在上面。大不大？大那个。快上去，别出网。我先上去啊。哎呦，我是带手太过来了，今天小心一点啊！哎，要不要吃下去？哎呦，走开！哎呦！哇，被撞了一下。咬不动。哎呦呦！哇，两下，哇，就是。哎呀，老罗，又下大雨了。大雨，回家了。回家。养了这么多鱼啊？也可以啊。也有几斤了，对吧？有啦，三四斤，应该有。有。一条都一斤多。下大雨。本期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大家帮忙转发一下，点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